传承不守旧，创新不忘本。今天我们来做一个升降鱿鱼，我们给鱿鱼啊处理一下。鱿鱼处理完了，我们给它吸干水分，等一下挤出来了就会水汪汪的。吸干水分，放少许的生抽、味精、皮鲜腌制一下。锅里放入少许的芝麻油，放入姜条炒香。我们将姜条炒出味、炒香后，将鱿鱼放下来，盖上盖子，挤四分钟。时间到，撒上葱花，最后我们淋上白酒，和我们闽南煎蟹啊同样的做法，香味扑鼻啊。